其實落班跑得好嘅，不過就係上場個騎師咧個發揮有少少瑕疵啦，因為只馬佢中意係前領之後咧，佢中意係大開入到直路，大開嚟佢大步攬翻嚟，但係佢上場就即係入到直路，佢冇做呢、這個點講，冇做呢個步驟咯，佢帶唔開嘅，咁佢咪啱啱輸啲咯嚇。所以今次就換啦，試下。所以就今日試另外一個見習騎師減翻啲磅入直路走開咗，咁佢咪有機會咯。其實馬即係睇到而家慢慢即係四歲啦，其實積翻班應該都仲可以有。如果佢走得順嘅，可以走得順；如果依場咁走得順嘅，應該都仲有啲機會嘅。好，唔該曬你。